还是新疆特克斯八卦城。昨天啊，从穷库什奈回来之后，又住到了嘉兴宾馆。啊，这个宾馆新开的，设施真的不错。啊，今天啊，准备往昭苏跑了。天气非常好，蓝天一点点白云。我的小摩托。今天晚上应该住在下塔外边的村里边了。
前面有两头羊。Thank you.
新疆昭苏的油菜花海。国道两边啊，种的全是油菜花。
Thank you.
油菜花海，中国和哈萨克斯坦边境，左边没有油菜花的绿色的就是哈萨克斯坦了，中间这一排树啊是河边的界河边长的树，中国这边种了很多油菜花，这边都是中国境内了，天山山脉上面都是云山，这边这个建筑是七十四潭戍边展览馆，我们就不进去参观了。霞光洒在油菜花海，我的小摩托这是人间的奇景之一了吧。